大家好，我是香港置业四小龙的星月居分享 Taurus， 今天带大家看一个屋苑在荔枝角上盖的星月居。现在带大家看一个一座的高层 A 单位，实用面积512尺的两房。现在我们进去看看，到大门口是见到一个日字型的客饭厅。咁你見業主啦，全屋做曬全新裝修嘅，咁有好多入場櫃啦。咁嚟到景觀方面啦，咁方向就向西南嘅，遠望就係昂船洲海景。厨房部分是三边厨房啦，咁业主就做晒全新的装修，见到上下都有好多入场柜啦，收纳功能好强嘅。嚟到客房的部分，而业主都做晒所有的入场家私。景观方面就向东南望到城市景。主人房的部分，而景观方面呢，同客厅一样都可以远望到昂船洲的海景。今天的单位就介绍完了，如果大家有任何兴趣随时联络我，我叫 Taurus， thank you。